就办不到而已。哎呦，我刻意没有要对他提出反驳。蒙宇君把18个字的邮件写好了，我看了一下蒙宇的表情，用眼神询问他准备好了吗？他对我点了头。时间设定在100秒，被寄到4天前7月31号蒙宇的手机。電話レンジカッコカリ启动，启动。哎呦呦呦呦呦呦！世界要发生改变了，放电现象。大概过了15秒之后，放电现象发生了，所以要15秒以后，15个小时，最快也要15个小时，是不是？哎，用眼神，我用眼神对蒙玉下了指示。蒙玉很难得露出严肃的表情，然后按下手握在手上的送出钮。哎呦呦，世界发生变动了。发生变动了，忽然眼前景色扭曲，地板在摇，不，整个地板都在摇，还是我在摇，哈林摇。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景象分成了2-3个闪光，然后马上又失去颜色，色盲。哎呀哎呀，受到一种看不见的冲击，害我差点有点站不住脚。我两脚站稳，以准备接下来更大的冲击，并专心感受现在这份感觉。以前也有受到过这种感觉，昨天寄出 D-mail 的时候还要强烈，整个世界被拿起来摇晃的感觉。对了，这感觉是跟集团消失现象发生的时候一样的感觉。冲击似乎没有再来袭，我让全身紧绷松懈下来，观察四周围的状况。过去已经发生改变了吗？其实不需要对此感到疑问，因为我很确定过去一定被改变了。过去被改变了，刚才那个奇怪的感觉就是证据。看看房间四周，大概会只剩下90秒的电话微波炉暂停，已经没有在运转了。达鲁在，马尤里在，红利奇也在，那蒙玉不在。西亚奇瓦，多尼岛，蒙玉不在这。我对于我的询问在 X68000 前面讨论的事情中的达鲁和红绿旗给我了一个你在说什么的眼神。你在说什么啊？又来了，又是这种让人不舒服的感觉，跟昨天一样。西亚奇，オカリン日本語で OK。讲日文就可以了。我走出开发室，将谈话室看了一圈，也看了沙发背面、厕所、冲澡室，也从窗户看了楼下马路。没有，就是没有，但是还是没有看到蒙玉。消失了，他消失了！不会吧？哎呦，我一直认为那个现象一定是我在做梦，或是看到幻觉，但又发生同样的状况了。是因为我让他做了那个实验，害蒙玉消失了。为什么会消失？一个人怎么可能会消失？是整个人的存在，整个完全消失吗？还是说被传送到次元的细缝去了？我感觉到自己所做的事情的严重性，不禁全身开始发抖。逼问着正在吃着香蕉的马尤里，你不是刚吃完拉面，怎么又在吃香蕉？抓住了他的肩，摇来摇去。キリウモイカは、今の今までここにいただろう。蒙玉消失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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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用同样的眼神问，哎，我用眼神同样问了达鲁和红利奇。それ誰？达雷，他们都不认识，哎，不认识。聞いたことない。没听过。そんな。そんなバカな。果然，蒙玉整个人的存在消失了。不，这是真的是这样吗？我才不想承认这种事情。同样的，同样，我不是就等于杀了他了吗？不可能，我绝对不承认。岡部，まさかまた？哦，又来了。またってどういう意味だ？どういう意味？昨日も似たようなことがあった。私たちの記憶にないことをあんたは覚えていた。なんだっけ？なんだっけ？そうそう、リーディングしたいな。什么东西呢？恶魔之眼。我的确是替这个现象，或许该称为特殊能力，取了这个样一个名字。当过去发生变化，使得世界线产生变化时，人的记忆会配合该世界线而被重新定义。我一直想着这事情是否，真的有可能发生。假若真的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只有我在过去发生变化后，世界线上仍然有持续变化的之前的记忆呢？也许魔眼就是这个问题的解答案了。红利奇似乎记得我昨天为这个能力取的名字，不过说真的，这个能力以及名称只是我临时想到的而已。说现在蒙玉忽然这样消失，我反而希望这个能力真的存在，就存在啊。关于蒙玉的记忆从他们脑袋中整个不见了，只有我记得这件事一定是魔眼的关系，一定是这样子的。哎呦呦，总之我试着跟蒙玉联络，我想他并不是从这个世界上完全消失。闪光紫亚斯，打电话给闪光紫亚斯，但是我并不知道他的电话号码。现在这个世界线上的时间，若要跟他取得联络，只能透过邮件了。若你看到邮件，马上联络我，寄出去了。嘟嘟嘟，我在邮件上面写的，看到此信马上联络我，然后寄出。哦，然后也只能等他回信了。然后拜托，一定要回信给我。オカリ、大丈夫？顔真っ青だよ。脸色苍白欸。哟，冒冷汗，他觉得他杀人了，是不是？抹除蒙玉的存在感。虽然我并非没事，不过因为不想承认我让蒙玉消失，因此拼命的装冷静。只有需要。今の実験のこと、どの辺まで覚えている？对啊，今天你们做了什么实验？今、実験をしたことさえ覚えてない。今天还没有开始做过实验。たった今、あんたは D メールを送ったのね。对啊。ただし、昨日とは少し状況が違う。D メールを送ったのは俺ではなく、キリュウ萌香だ。他们完全不认识。而寄出这封信的他，却从研究所消失了。我想这么短的时间内，他应该不可能用走出实验所的。对了，昨天在做乐透实验时，达鲁也从开发室瞬间移动到会谈室去了。所以蒙玉应该也不是消失，只是瞬间移动到别的地方去。真希望如此。等候蒙玉回信的时候，我实在坐立难安，因此不经意的确认了一下过去和蒙玉进行的来往的邮件记录。此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手机里的寄件夹中关于那个人
关于那个邮件魔人寄来的信，最后一封是7月31日12点43分，就是弟妹如的时间，是不是？这个时间点以后就没有收到蒙玉的来信了。为什么？明明在之后能有收到他寄来的十几封信，但却完全消失了，连邮件也消失不见，连邮件都会消失欸。为了取消更换手机而寄出的 D 妹乳，寄去的时间是7月31日。是不是因为时光驳论发生，导致蒙玉在接到 D 妹乳的同时整个消失不见？我忽然想到这样的解释没有任何矛盾，又不禁全身一阵冷战。怎么会有这种事呢？不可能的，因为寄出 D 妹乳只是叫蒙玉不要更换手机而已，只是一件很无关紧要的事情。那么会是什么原因？8月1日以后的4天时间，蒙玉的痕迹完全消失的理由为何？クリスティーナ、もし仮に D メールによってタイムパラドックスが発生したらどうなると思う？会发生什么事情？わからない。タイムパラドックスを経験した人間は未だかつて一人もいないから。我没有人亲身体验过，所以不知道。以前世界が消えるという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ていなかったか？世界会消失不见。あくまでそういう説もあると言っただけ。よよよ、好紧张好紧张哦。何も起き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し、某映画みたいにパラドックスに対する歴史の修正が入るかもしれない。矛盾的历史造成修正。ドクター・ホーキングは時間順序保護仮説でタイムパラドックスが起きる可能性の行為はそもそも実行不可能だとしてるし。霍金博士这一个是什么意思？时序保护假说。由霍金所提倡主张时光旅行不可能实现的量子力学假说，即使我们尝试去做时光旅行，量子效果会去阻碍它被执行。假若真的一定要进行时光旅行，那么就必须有无限大的能量，但由于我们不可能去准备无限大的能量，因此依照因果律的想法，有果必须先有因的时间序，从量子理论的观点来看，是被受到保护，绝对不可能逆转过来。总之，一切都是在不超过假说的范围内就是了。あのね、マユシはよくわかんないけど。怎么了吗？マユシ有什么意见要发表？今もマユシやオカリンたちが。ちゃんとこうしておしゃべりできてるっていうことはね、きっとそのパラドックスは起きてないんだよ。哎呦，什么东西？一定表示一个矛盾没发生呢。萌香さんっていう人もね、マユシーは知らないけど、きっと大丈夫。他在安慰我哎，マユリ在安慰我。さすがマユシー、アホの子だね。好感，好一个笨小孩呀、啊！マユシはアホの子じゃないよ。哦，真的虽然有点无法接受，那马尤里跟达鲁在那边轻松的斗嘴的样子，两个人完全不了解事情的。